行程让我觉得仿佛到了天堂。有一个支援的委托，需要你们帮忙制作这里的员工餐，60人份。60人份，屁！他现在已经睡了，他先睡，他先睡，吃饭喽！好恐怖哦！我觉得这60只是牛刀小事，他们后面会有100的。来吧，营业中。本节目由 BB Lab 复活草面膜冠名播出。